再也不要跟蓝静雯出海，我不要跟蓝静雯录影，我不要跟蓝静雯出外景。他跟他出通告，只要跟他出外景，就会变成长这样。没有哎，可是我跟别的 set 不会，可是跟你会耶。怪我的问题，我们的组合你们会，可是我跟别人不会哦。晴天晒到爆，晒到黑，我一来就风云变色。对，我以为我今天来录消防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这么热啊？超级黑，而且就他一个人保暖做什么？这太合理呀！好讨厌啊！老天爷，真的好讨厌，天气很赞，喜欢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要坐游艇出海，没错，游艇，耶！真的是水上活动，很兴奋，好不快乐。兴奋，没有快乐，开心一点吗？很冷啊，你把衣服脱掉。对啊，你给我脱掉。我们不会再带来哦。谁带你来的健身？消防局不是有冷到吗？这里不是消防局，是澎湖哎。热吗？而且那时候是一二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三四月。六月啦。热的天气，蓝蓝来就变色。跟各位奉劝一下，以后出海都不要有蓝蓝。哎，我记得露营也是。我们之前出去跟他过生日，出去玩也下雨，真的很离谱。对啊，永远呢？为什么？我喜欢这种阴天。你今天最好第一个就先下手。对啊，你今天都当第一个，以示负责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。你看他穿长袖啦 ，excuse me， 奇怪，你没有穿雨衣啊？不换啊？爱睡哦，你爱睡不惊流鼻水？水母衣是防晒好吗？爱睡不惊流鼻水。我以后再也不要跟蓝静雯出海，我不要跟蓝静雯录影，我不要跟蓝静雯出外景。他跟他出通告，只要跟他出外景，就会变成长这样。没有哎，可是我跟别的 set 不会，可是跟你会耶。怪我的问题。我们的组合，你们会，可是我跟别人不会哦。天哪，这是怪我！好，你稍微要讲修正。我觉得我这句话被讲一年呢。真的，我想，虽然是他根本没参与到，在那边一直讲。那我已经开始晕了，我的妈呀！我除了平地，你太快了。不是平地，这已经在晃了，大哥。哎，小心哦！我已经有点晕了。对啊。把他把头埋在水里，我也晕。对，可以先知道，然后四个人脚要跨在，四个人趴在那边的，而且他在船行进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这集叫做女明星的那个灾难啊，哦，在哪里啊？哎，这蛮晃的，哎，好晃哦，不，终于打嗝，有种游泳游玩的感觉，还在水里，好冷。公主病，公主病，我就是公主，我就是公主命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公主都没有办法受寒，你觉得你这个人是很好哎，我觉得公主真的没有办法受寒。好。